我是梁文英，我最想要去的地方应该是埃及，因为从小听了很多圣经故事，但是我从来就是圣经故事很多事情都发生在埃及，在以色列，那从来都没有机会去，所以希望自己长大以后呢，能够去到这个充满圣经故事气息的一个很神秘的地方。